现在你也结婚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你爸那双面早就不行了。好了，这事待会再说，先吃饭。 刘姨当年就劝我别结婚，我没听她的，一个女人还真不结婚吗？她家会说你有毛病的。你不必跟她较真儿。前段时间她非说我和冯曦是同性恋。你爸呀，这就是病，不能怪他，要怪就怪你奶奶把他生成这样。咱们好不容易聊会天，能不能别老说这些？去年不是一直说要离婚吗？后来怎么又没动静了？你知道吗？你进来的爸爸是个同性恋。 你吃的这些动物啊，那上辈子可都是你的家亲眷属，居然还吃得下。My mom is vegetarian now. She said Pajun need to be a vegetarian too. 看什么呢？这老师的法，很长一段时间啊，我都非常苦闷，直到德文老师的法，我才得以解脱。腰间距、抱腹地、拔舌地、寒冰地。It sounds like a cult. 人家宣传孝道，宣传正法，拥护国家政策，反对邪淫，能治邪淫，能治你爸的问题，那在我这儿就不是邪教。想想，女儿为什么要找个外国人？